家好，我是严杰，现在为各位介绍不孤独我的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叫做又不是这样就不孤独。当时在写又不是这样就不孤独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的专辑我推算了是会在夏天发行的，所以我那时候想要写一个曲风是上一张没有的东西。那我上一张很喜欢玩轻摇滚，我这首歌呢我就第一次玩英式摇滚那种很重的。那在写完曲子之后呢，我又想要尝试另外一个上一张没有做到的东西，那就是把词完全交给另外一个人去写。那我那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人当然就是我的贵人，他叫做黄庭。那黄庭是一个很有名的作词人，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想要一个很强烈情绪的词。那因为我自己我的个性是比较平比较温和的，所以我怕我自己写出来的字句没有办法表达出那样的情感可以去搭上我的音乐，因为我的音乐很重这首歌。然后呢就完全交给他，他后来写完之后我看了我就很满意，然后进去录音室唱我就很容易可以进入到我想要的那种情绪，我唱到都会差点要哭出来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是我觉得整张专辑上感情面最浓厚的一首情歌，叫做又不是这样就不孤独。还是那么熟，又在一个世界荒芜，留下来也没有前途，不如我们曾那么幸福。习惯迁就，现在喜欢追究，最后我懂了。我欢迎你自由生活，现在还能够
只要相信好的事情就